你知道吗？过几天我就要从这边离开了。这个城市挺好的，你干嘛非要离开呢？我以前总觉得吧，人生那么短，我一定要活得精彩一点，要像电影。不过后来发现，电影也分悲剧和喜剧。 你看看后面，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美是不可以被分享的。来者，我们来了！人意识到自己是傻逼的时候，都这么太晚了。对不起，来，留你一条命。别杀！别杀！我错了。啊，就是你。 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从头再来呗。